我记得昨天在课讲啊，你可以更慈悲，经过清澈法王的这个开示啊，有关于菩萨道的37种修行之道，我们讲到如何把羞辱用于修道啊，即使是同僚或者部属出于骄慢而竭尽所能的贬损我、恭敬地视他们为头顶上的上师，那是菩萨的修行。一个和你拥有同等能力或地位的人，或者一个没有任何良善品质、地位比你低下的人，尽管你对他们待之以礼，对他们体贴周到，他们可能会由于自负、骄傲和轻蔑的批评，试着用各种方法来羞辱你。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不要气愤或者恼怒，或觉得自己遭受了恶劣的对待。绝对不要骄慢自大，相反的，采取最谦卑的姿态，视每一个人在你之上，仿佛你把他们背负在头上一般。就像这般说，把一切有情的众生背负在头顶之上，即是菩萨之火炬和旗帜，伟大的上师。中端巴甚至会饶幸一条在路旁的狗，是因为他认清那条狗如一切有情众生般具有佛性。啊，昨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哈，就说有两个公理是必须要记住的，一个是因果不虚啊。如果你对这个因果啊、业因果报呢深信不疑的话呢，那么很多的修行方法都会衍生出来啊。还有一个公理呢，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这两个，如果你能够深信不疑啊，就像这个我们学习科学一样的公理啊，这个公理是不能怀疑的。就是无数人通过实践都体会得到的一种东西。那么这两条你如果能够信进去，那其他的修行方法其实都是从这两条公理可以说衍生出来的一些修行方法啊，都离不开这根本啊，这是根本啊。当然呢，应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公理，就是能我空性啊，这个无我的道理，空性的道理。当然这三个，应该说这三条根本啊，这是根本的公理。一个是因果不虚，一个是空性智慧，还有一个是呢，就是相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是公理。那其他的修行方法都是从应该说从这三个公理衍生出来的啊，任何的这个修行方法都离不开这三句话。好，C。把成功和匮乏用于修道，如何把匮乏用于修道？即使遭受他人的舍弃和诽谤，身患重病，受到邪魔的侵害，乃至担负一切众生的痛苦与过失，不灰心丧志，乃是菩萨的修行。无以受记的人，丧失一切食物、衣着、住所和情感，他们几乎无以为生。许多人是遭受虐待的受害者，或染上了严重的疾病。当你承受如此痛苦折磨的时候呢，怀着慈悲和勇气，祈愿自己承担一切众生的困难和痛苦，把你所拥有的快乐布施给众生，试着去提供人们所需要的一切，适量痛苦的正面的品质。事实上，痛苦在许多方面有帮助，它激励你的发心。如许多教法所指出的，没有痛苦就没有脱离轮回的决心。悲伤是有效对治骄慢的解药。这里是说把这个匮乏，这里说到贫穷了啊，身患重病啊，或者受到邪魔的侵害，遭受他人的舍弃诽谤，这个是这样说的，是匮乏，包括我们自身啊的病痛啊，特别我们生病的时候啊，我们都要接受痛苦。那凡夫呢，都希望，哎呀，念佛啊，拜佛，哎呀，加持我早点好啊，是吧？或者快点把这个病给念没了啊，这样的想法不是菩萨的想法，这是人天道的想法。菩萨的想法就是完全接受痛苦，不排斥对这个痛苦啊，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这种排斥感，没有希望他快点好，但是也没有希望他不好啊。就是这是我该接受的痛苦，就是你的病痛是你的因果。我们这个时候呢，病痛来了，我们正好呢可以视为这个
解脱轮回的殊啊重要性，还有激发我们的大悲心，特别是激发我们的大悲心。然后呢，我们可以念佛也好啊，或者持咒也好，回向给你的所有的冤亲债主。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痛苦就是你过去伤害你的冤亲债主造成的。当你痛苦的时候，你就想到过去是你是怎么伤害你的这个有亲父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完全接受痛苦，然后呢，把你的修行呢都回向给所有的冤亲债主。啊，今天呢，我还跟那个病人说这样的开始，这个很难做到哈。当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这个痛苦快点离开我们，啊，活菩萨快点加持我，让我病好点，就是这样想的，都觉得这样是对的，其实这样不对的啊。作为一个修行人呢，甚至这个修大乘佛教的人，他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啊。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希望痛苦离开，痛苦就是消除业障。你要勇敢的接受啊，来吧，就是让痛苦来得更猛烈一点啊，就是要这样，甚至要这样想啊，因为痛可以消除你的业障啊，消除业障啊，所以说痛苦来了，我们要有一个完全接纳的态度啊，然后呢，用这样的心来升起一个大悲心来念佛念咒啊，来回向给一切有情。一切冤亲债主，这个才是修行啊，这样才是一个修行啊。我们都是很多错误的方法，有些人被附体，冤亲债主来找他，他就念佛或者持咒啊，变成赶鬼了啊。那鬼来了，你念一个咒把鬼赶走了啊，这也都是没有慈悲心的表现。冤亲债主来了是吧？这说明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啊。为什么现在找你啊？是因为你现在会修行了。你要是没修行，他还不找你呢。现在你在修行，他知道可能你帮得到他，啊，就像你发财了一样的，穷亲戚会找你一样，是吧？你现在好不，哎，你现在有点钱了，穷亲戚就会来找你，朋友也会找你。为什么？你能可能帮到他们。那我们会修一点点行，虽然我们没有那么高的修行，但是我们现在在修，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有一点质量了。啊，也许就能帮到那些冤亲债主。你念的时候回向给他们，他们就一定能受益。这都是你过去的亲人呐、过去的父母啊，生生世世的父母啊，冤亲债主啊，父母啊，冤家和亲人啊，这样的转换。所以说呢，首先是要承担自己的啊痛苦和过失啊，承担自己的这个痛苦。那你才能够愿意去接受啊，承担众生的痛苦。你连自己的痛苦都不愿意接受，你怎么可能会愿意去承担众生的痛苦呢？这是不可能啊！所以这里说，这担负起一切众生的痛苦与过失，这不容易啊。所以说发大心是很难的啊。我们先愿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就不容易了，是吧？一个修行呢，首先就是对自己的所有的行为。愿意负责任啊，你痛苦的时候你就想，这是我的恶业的果报啊，我完全接受，这就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是吧？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一切后果，你自己要承担嘛啊，一切后果我们要承担，这个承担呢，就是一种对因果的一种相信啊。你要是不怀疑因果的话，你一定要承担的。你怀疑因果，你就不愿意承担了。你或者你不信因果，那当然那就没办法了，你就不想承担。一个不怀疑因果的人啊，就承担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过失、自己的错误都要承担，然后才会去承担众生的痛苦。巴楚仁波切说：“我不喜欢快乐，我喜欢痛苦。”如果我快乐，五毒就会增长；如果我痛苦的话，过去恶业就会消耗尽。如果我痛苦啊，我的恶业就会耗尽。真的，当然你还要会修行，你不会修行，是不是你就恶业不仅不会耗尽，还会增长？就是我刚才说的，用师父说的这种方法来对待痛苦的话，你的恶业就会耗尽。啊，那耗尽你恶业，那不是好事吗？是吧？你为什么不喜欢呢？所以说喜欢痛苦，我不重视高位，我喜欢卑下低位。如果我重要，
我的傲慢和嫉妒会增长。如果卑下低微，我会轻松自在，我会增长修行。最低下之处是过去圣者之习作。啊，其实我们故意让自己卑下低微一点，只是为了对治自己的傲慢的一种习气啊。如果你的心真的平等了，当然没有什么高下了，是吧？没有高低啊，没有什么哪里低哪里高，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凡夫，我们还心里面还是执着有高有低，所以说啊，有些时候低微一点、卑下一点呢，这样呢，对我们还是好的啊，至少要恭敬师长啊。那恭敬师长的话呢，对你自己的就生生世世就是有意义的啊，至少来世啊，你很容易遇到善知识。恭敬师长的人呢，就遇不到善知识，或者遇到善知识啊，也学不到东西的。这个是很好啊。格卡拉贡丘尊者也说，一切困难的本身就是丧失，障碍是修持佛法的动力，痛苦是扫除恶业的扫帚啊，切勿嫌弃他们啊，不要嫌弃痛苦、障碍还有困难。的确，困难的时刻和情况升起的时候，即是真正的修行和装模。和装模作样之间的差异立见分晓的时候啊，立见分晓啊，就是真正的修行和装模作样啊之间的差异啊，所以说你看很容易考出来的啊，这困难呢、啊、或者是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来突然袭击的时候，哎，你有没有修行马上就看就考出来了啊，你平常装得很有修行的样子是没用的啊，但是这个事情来了，你心动得怎么样，是吧？你能不能降服自己？首先降服你的口和身啊，再进一步能够想完全降服心啊。降服了还不够，还要断除这个烦恼的根，那你就修成就了啊。我们首先要降服身体，就是你不造业啊，降服口不造有口业，这个是第一步。如果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你就要好好忏悔啦，时时要忏悔啊，因为你不忏悔你就要造业的，对吧？至少你的意业在造啊，虽然意业在造，身口业不造啊，也好一点啊。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意业不造，因为我们的凡夫，你不造意业是不可能。那个意啊，起心恶、起心动念啊，都是恶念啊，很多呀、啊啊，这个时候你想降服他哪里那么容易，是吧？这无始劫来的业习不是一天能降服的，也不是一辈子能降服的，要慢慢来的啊，要各个击破。你像有些人就急于求成，贪快贪啊，想一下子把所有的烦恼都根除降服啊，就是法心出家啊。其实呢，出了三年家以后，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就还俗，或者是啊，就是浪费了一生。这样的人也很多，贪心大啊，看到别人出家也想成就啊，就三年努力了三年甚至五年十年的就放就退掉了，因为发觉自己根本降服不了自己的这种烦恼啊，没那么容易嘛。那但又没有遇到好的师傅，那就更麻烦啊，三年就会退心的啊，没有遇到好的师傅，你不知道降服怎么降服烦恼，是吧？我们的烦恼是很多的哦。啊，这无始劫来的爱欲，你怎么降服啊？是不是啊？哪里那么容易啊？就所以说，为什么说出家没那么容易啊？对对对，出家的不是这个好多事的善根积累，哪里那么容易出家？降服不了就出不了家啊、哦，所以说呢，得各个击破，不要着急啊。师父也没有说大家都出家啊，就是一部分人出家，大部分人还是要在家的，就降服，先把其他的烦恼先降服了啊，先把其他的烦恼降服，一步一步来啊。有一类渴望夺取生命的恶灵啊，有这样的恶灵啊，阻止他们伤害你及他人的最佳方式
不是怀着嗔恨和他们战斗，而是一再的观想你把你的身体当作供养来满足他们。你看对战的恶灵要这样子啊，要对他们修布施的，在你准备就绪能够为了其他的众生而不是你的身体和身体之前，虽然目前你还无法做到这个程度，但你至少能够在心意上如此从事啊，心意上如此观修啊。当你的心习惯了利他的慈悲之后，你的语言和行为将自然而然地反映出那种状态啊，就是这个当然更好了哈，你的语言和行为是内心自然流露出来的。曾有五个罗刹啊，以血肉为生，如食人魔一般的众生，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家，准备大肆猎杀。他们计划首先攻击羊只，试着用武器尖锐的牙齿和爪子杀害眼睛所见的每一个生物，却徒劳无功。他们发现自己的法力好像一下子丧失了，无法杀害任何动物，甚至无法伤害他们。这个国家的生物对他们而言似乎刀枪不入，仿佛他们是石头做的。他们的嗔恨转为惊讶，他们询问了一些牧羊人，为什么我们无法伤害任何一个羊呢？一只羊呢？这个牧羊人告诉他们，这个王国是一个名叫慈爱的力量的君王所统治，他一直待在宫殿最高的塔内，全神贯注，深刻的观修慈悲，正是他的慈悲的力量使王国之内没有饥荒、疾病和瘟疫，没有生物能够被杀害。你看这个国王他，当然了，这些他的臣民们肯定也是有共业的，是吧？他的关系，他能够做他们的国王，能够赶到这样的国王来啊，能来做他们的国王，这本身就是一种果报啊。其实一个国家的国王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看他老百姓，其实老百姓的共业所造啊。就像我们国家领导也是这样，我们国家领导就是我们大家的共业所感的，知道吗？共业所感啊，看哪一方面的力量大，就会感到什么样的国家领导人。这种是无形的一种力量，是中国国家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它就是，是吧？它就是这样的共业，所以说你看，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就龙的传人嘛，哈，龙的传人都喜欢当老大，龙，我们是龙的传人啊，龙的修罗性很强，他们都喜欢，但是所以说都这种选举的不敢，是吧？那个龙没有选举的啊，所以说这个没办法，这共业所感，所以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共业所感啊，这个国王也是这样啊，所以说你看他这个羊啊，他没有被杀掉，是因为这个羊本身有善业啊，他那个善心在那里，你杀不到他。所以我昨天前天说了嘛，他被杀是因为他自己有嗔恨心，你要是没有嗔恨心，你杀不到他，是不是？刚才说了这个罗刹呀，他要杀这些种生物啊，为什么徒劳无功呢？是因为这些众生他心里面不起嗔恨，你就杀不到他们，这很奇怪啊，很奇妙的啊。五个罗刹前去见会见国王，他们告诉了国王，为了活下去，他们必须吃肉饮血，但他们在他的王国真的找不到任何食物。国王说，我很想给你们提供食物，但我不能让你们伤害任何人，因为你们需要肉血来维持生命，因此呢，就把我自己的血肉给你们吃吧。国王用一只矛刺穿身体，把血肉布施给五个罗刹。五个罗刹尝到了菩萨国王的血食，突然体验到一种慈爱的甚深的禅定的状态，他们立下誓言，从那个时候开始绝不伤害任何生命。这个故事说明了慈爱的力量啊，在《大乘庄严经论》中提及观修慈心所升起的八种无上功德啊，就是观修慈悲心啊，慈心还不是悲心哈、啊，就是慈光慈无量心，观修慈无量心的八种功德。第一，天众就是天人啊，和世间的人将随喜你，就是天人会欢喜啊，天人看到你有生欢喜心，
还有人间的这些善良的人也会随喜你啊，看到你人看到这个善良的人都是会高兴的，是吧？心生欢喜。天人天众和人呢会保护你，你看这个天众啊，就是护法了，是吧？还有世间人也愿意保护你，因为你有慈心。第三，你不会受到毒药的伤害，你不会受到武器的伤害，你将拥有一个快乐的心，你将体验到各种快乐，你将毫不费力地成就各种愿望，即使你没有立即获得解脱，也将投身上三道。啊，这个是八种功德。巴蜀伦伯就曾说，观修慈心可以平息临近地区所有的灾难和纷扰。那你看这么大的力量。弥勒日巴尊者也说，对待人道众生如同对待天道众生，等于是献给我们自己一个宝藏。如果我们只希望他人快乐并且充满慈心，就会开启各种圆满成就的宝库，而我们所有的愿望都会自然而然的实现。所以说你看，修行就是修自己啊，让你怎么，你要改变这个社会啊，改变你身边的人啊事啊，最好的办法就是修慈心还有悲心啊。我们不要以为哎呀，我们这点力量太弱小了，改变不了什么。其实啊，你只要有一份这样的心，你真的努力去修还是可以改变的啊，还是可以改变的。你真的做到了就是可以改变很多人啊，可以救很多人。但有些人注定可能是要堕落了，只能等弥勒菩萨或者是等仙界啊其他的佛来度。但是呢，至少给他们种一个善根啊。那有些人现在可能度不了，但是因为你给他们啊，你的修行让他种下一个善根，弥勒菩萨来的时候呢，他有机会啊能够得度，或者贤劫千佛啊来的时候，他们能够有机会闻到佛法，就像我们现在能闻到佛法也是一样。我们过去是也是十恶不赦的众生呢、我们过去是啊也是一样的哈、我们都是因为那些菩萨的慈悲，我们才有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听到佛法。我们要有感恩的心，还有报恩的心啊，我们要感恩啊那些过去的菩萨们啊，不辞辛苦的啊，给我们种一点点善根啊，把所有的这种啊这个福报啊回向给我们。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去到这个他方世界去啊，如果他们有这个能力去到啊别的净土去了，他们没有，他们留在这个世间给我们种下了善根，让我们有机会还能啊在这个末法时代还能够闻到一些正法啊。我们要感恩啊，没有这个感恩的心，你就不会去报恩啊，就众生的恩的报，这个感恩是很重要的。一切的慈悲呢就是从感恩开始的啊，没有感恩的心你不可能会有慈悲心的啊。感恩念恩啊，感恩然后是报恩，当你的报恩的心很强的时候，自然这个慈心就会升起来，悲心也会升起来啊。这个次第是不能错乱的，如果一个不会感恩的人，你说他有慈心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那有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怎么可能会有慈悲心，绝对不可能啊。首先就是对别人的恩我们记得啊，感恩的人是最啊是一个基本的德行，是被修慈心的开始啊。我们自己还是有体会的，我自己在你看在北京回龙观八年啊，我们在这里修行，我觉得真的会改变啊，就像他说的会让这个周围得到改变。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地区这个回龙观的人都变了，对，很多人都变了，因为都接受我们了。刚来的时候他们都不接受我们，他们都用很不好的这种
态度对待我们。但是现在真的整个回龙观啊都习以为常了，你看我们都这么多出家人来来去去，他们都啊都接受啊，并且呢甚至我们对这个北京都有改变，对吧？很多人对这个政治政见也越来越多了，我想都是还是有改变，我们的不懈的努力啊，这样的改变还是有很经过多年的，你现在只有几年了，是七八年的时间哈，就真的体会到这一点啊，体会到这一点。当然北京人修行的信佛的人也越来越多哈，我发现北京的气候也比前几年好多了。真的，北京的气候都比以前我来刚来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好得多。哇，气候那个时候沙尘暴啊，夏天嘛，一年四季都好几年都没不下雨，基本上都不下雨。但这两年的雨水就很多，雨水很充足。最近这两年，刚来的时候真的是不下雨的，夏天也没雨，冬天也没雨，就这样。啊，干燥，非常的干燥，然后灰尘特别大，沙尘暴很多。啊，前几年刚2006年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灰蒙蒙的。我2006年来的时候，几乎2/3的时间的天空都是灰蒙蒙的。现在不会这样了，是吧？现在灰蒙的是很少了，很少那个有灰蒙的感觉。最后下雨就是乌云来了，就下雨，天气晴朗的很，是吧？你看我们现在这两年都是这样的感觉。刚来的时候3-4年整天都是灰蒙蒙的，冬天就是暗乌乌的，雪也下不下来，但是灰暗的天。也没有雨，也没有雪，我记得那个时候经常是这样的感觉，印象很深。沙尘暴也会经常来，冬天也有沙尘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可能国家那边那个，他们认为是那个什么叫什么种树种的好了，是吧？可能是这个原因。但不管怎么样，是大家的努力，是吧？就是说这个也是一种果报，是吧？果报，北京人的这个佛教徒的素质也逐渐在提高，啊，信徒越来越多，啊，并且素质也逐渐在提高，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好事，也是一个好事情，是吧？所以说大家也越来越接受我们了。刚来的时候，他们看见我们就像看见一个怪星人似的，是吧？怪怪的，很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态度。现在就不会了，啊，现在都没有了，我们很正常哈，对吧？他们都很欢喜哈，连这个下面的保安见的我们都很欢喜，很多人都欢喜佛教啊，现在是这样的感觉，真的是这样的啊。我们再，我想我们继续努力下去啊，会更越来越好啊，会让越更多的人对佛法有一个正信啊，然后先接受，慢慢的形成正信。这样如何把成功用于修道？虽然我具有名望，受人尊敬，如财神般富有，但如果了解世间的财富和荣耀缺乏本质，并且利于骄慢，这是菩萨的修行。菩萨会把财富、美貌、影响力、功成名就、家庭以及今生所关注的一切繁琐的事物，视为如闪电般的转瞬即逝，如露珠般短暂，如泡沫般空洞，如蛇皮般逐渐褪去。不论他拥有什么样的世俗成就和殊荣，他从不会自大骄慢。不论你积累了多少财富，他终究都会被取走的。不是被盗匪、有钱有势的人取走，就是被死神取走了。如果你的子孙继承了你的财富，他不一定会为他们带来任何真正的好处。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中国人呢，都喜欢把财富啊，就是继啊，让自己的子孙来继承。但是他这里说了，啊，就是带给他们好处的可能性，不大。啊，除非他是一个修行的人，是吧？他把你的财富拿去做好事啊，或者是做善事啊，或者用于利益人民啊。那是你的福报了，你生了个好，你有好的儿孙，否则的话，你的儿孙就会去造业啊，享受，然后把你积累的钱财都啊吃喝嫖赌啊，
他自己下多了你也没有什么好处。他们可能会用它来超越敌人，左右亲戚，一起累积会把他们推入轮回下三道的恶业啊，就是你的财富啊会让你的子孙完蛋啊，很可能是这样，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大，是吧？那这子孙能够能去修行的有几个，有多少呢？啊，一代不如一代的多。你看中国的王朝就可能看出来，啊，你看那个从唐朝到清朝，是吧？就刚开始都是信佛的，后来慢慢还是一代不如一代，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家族太大了，福报损得太快了。那清朝，你看清朝的帝王是最勤政的，是吧？并且都信佛啊，还开头都还顺治皇帝还出家，是吧？康熙皇帝呢也信佛啊，雍正皇帝更不要说了。是吧，自己还是开悟的，还说啊，是吧？乾隆皇帝也是对佛法也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后面呢，他这个整个家族啊，是吧，都是吃喝玩乐，是吧？是享受生活，他这个福报就是卷生，到最后就是儿子都生不出来了，是吧？到最后连继承人都找不到了，就是为什么没有福报了嘛？他的福报他没有积累福报，是吧？他没有惜福。就是福报后来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变成垂帘听政，那女人去垂帘听政，你说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福报没有了啊，福报是损的，损的太厉害，导致呢他这个上面也一样，上下都一样，这是一个，这个福报没有了，知道吧？这个家族啊，他这个吃喝玩乐，你看他们是吧，请客呀，就是要杀生啊，是吧？就是这样的，因为又有钱有势嘛，他就是欺压百姓。他怎么样的做都没有办法啊，他不可能生下来的孩子个个都信佛，是吧？你是做不到啊，他没有这个福报，所以说必然会这样的，这个纨绔子弟是吧，损福报是最快的。他是一个家族，他是家天下嘛，是吧？家天下就是一个家族来找来得天来掌握这个天下，这个家族的这个福报一旦损光了以后，他必然会走向灭亡。家庭啊，不可能长久的，谁也不可能长久啊。到了这个末期的时候，都不行啊，没有一个维持的下去，最后都是福报损的没有，主要是福报没有。如果你能够知道怎么样的积累福报的话，这个天下就不会是这样子的，肯定不会变成那样子啊，不会那样子。你看这个日本。人家的天皇啊，好像从唐朝到现在也没有这样推翻掉的，是吧？好像是没有，他们的天皇永远是天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个从那个唐朝的时候，他们那个佛法就是他们那个王子推行的。我听说他们那个哪一个太子啊，就是中国的一个禅师转世过去的啊，转世过去他做太子，然后推行佛法，然后呢他们呢代代都是啊信佛的啊，他们呢这个天皇啊，他们国王也不怎么管天下的事，他事情都让这个臣民去管，宰相去管啊，他们自己不管，他们就信修行，所以说你看他们可以一直不倒，没有推翻什么天皇的事情，天皇在他们天眼里面就是就像天人一样啊，就是像神一样的啊，在他们的心目中。并且他们那个保留了他那个福报，所以说他就不会出现像中国这样的人啊，被人被杀呀，被赶下台，最后沦落到这样的地方。现在包括他，你看他们的天皇还是很有福报的啊，是人家修来的，人家没有损啊，人家还是保存了这个福报，他们自己修了这个福报，他们这个信仰没有缺失过啊，至少他上面的人这个天皇，他这个估计是信仰他没有缺失。就像那个英国的那个是吧，那个也是这样的，他们那个信仰是很最重要的啊。为什么英国的那个国人他也是那样的啊，他也是女也是有国王的是吧，他们的这个这么多年来一两千年以来，他们这个信仰是最重要的啊，他们的臣民对这个国王的这种
道德品质的这种重视程度是非常啊不一样的。大家在心目中啊，国王就是要有道德素质是最高的，他们是这样的啊。像中国人说的一样，他这个国王是这个国人的这个是国人的一个学习的榜样，是吧？这个皇后是母仪天下，是吧？是一切女妇女的这个榜样，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这是孔子的思想啊，孔子是这样的思想。家族啊，如果不把这个德行呢、啊，这个德道德给传下去，你这个家族一定会衰败的啊，一定会败落啊啊！你把钱财留给子孙，没有把啊德行留给子孙，没有教育好，那你就会败落，一定会败落。弥勒日巴总是教导在家弟子，慷慨布施那些穷困潦倒的人是成就佛法的最佳方式。怀着利他心从事所从事的布施行为，即使是微小的，也能够积累大量的功德。如果你拥有权势和财富，那么让他们充满意义。要如西藏三个伟大的法王松赞干布、智松德赞还有次那八千一般，为了佛法和利益众生来运用权势和财富。另一方面，无论你目前是富裕和贫穷或贫穷，你都要明了，吝啬贪婪是投身恶鬼道的种子，恶鬼道的众生会被剥夺一切。有些这个小，我发现有些这个小的民族哈，他们这一点很好哈，他们那个传统保存的很好。他们一旦有信仰的时候，他们就是不会出现中间不会出现大的这样颠覆的问题啊。这个也是小的种族也有它的好处啊，他们这个就是一个民族啊，他没有什么，他不像我们这个民族太多了也是麻烦啊，就一个种族，他就一个种啊，思想比较容易统一。像我们这个国家呢，就是太大了啊，原来战争太多了啊，就是把无数的民族都给统啊，都应该说不是什么56个民族了啊。当时那个你像唐太宗打到西域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多少的那种民族啊，都融到这个大熔炉一样，融到这个我们这个国家里来。那个时候中国是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啊，绝对开放啊，什么民族都可以来啊，就这样。在美国现在就这样，什么民族都可以去啊。中国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大开放的啊，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要富强嘛。其他的民族都是弱小的民族，在他们眼里都不值得一提的哈。那是中国的那个唐朝的时候呢，盛世啊，心量也大啊，心量广博啊，那个接受其他的民族的信仰。你现在你就很难了，那不容易的，要把其他民族的信仰完全接纳进来啊，那不容易的。祈愿你能够追随伟大菩萨的典范。伟大的菩萨是因为过去的慷慨布施及其积累的功德，投身成为有权有势的君主。啊，他说这个君主啊，也是这样子啊，都是修来的。啊，拥有惊人的财富，他们用财富来帮助穷困的人，缓解饥荒和疾病。除了照料民众的肉体的安康之外，也教导民众避免杀生等十不善业，而能从事十善业。他们充满了慈悲的事业，使王国内每一个众生免于堕入轮回的下三道。在他的王国之内，作物丰收啊，繁荣昌盛，充满欢乐。如是思维，愿一切有情众生的需求，即使是最微小的昆虫的需求，都要被圆满的实现。尽可能的善用财富来帮助他人。在任何可能的时候，试着提供他人日常所需的衣服、食物、住所等。在此同时立下这样的愿望，希望能够给予一切众生佛法上的无上礼物，来圆满实现他们究竟的需求。啊，你看这种发愿是很重要的，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这样的愿望，是吧？希望能够给予一切众生佛法上的无上礼物。来圆满实现他们究竟的需求啊，发菩提，这就是发菩提心的一种啊形式了。
就是当你成功的时候，有名望的时候，是吧？有财富的时候，啊，财富像它像财神一样富有啊，有荣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特别小心啊，要利欲骄慢，要把这些啊用在这个利益众生上面啊，不要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利益众生的机会。这个时候你有权有势，是吧？有荣耀的时候，是你利益众生的最好的时机啊。一般来说，人微言轻啊，就说你再有本事，就是说你说话没有力量啊。当一个人呢有啊，也许这某一世的福报正好啊，创上了你正好名望，有名望啊，有财富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的去啊，尽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众生，尽量的去，这是你积累福报最好的机会啊，利益众生最好的机会啊。那么呢，以后你就会得到更大的福报和权势，能够来利益更多的众生啊，这是肯定的啊。这个愿力不可思议啊，愿力不可思议，什么事啊都有物极必反啊。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呢啊，虽然说我们不问世事啊，但是呢我们也应该对世间也应该有一个责任啊，至少有一个好的愿望啊，我们可能也不会去参与政事啊，啊，我们是修行人，但是呢，我们应该就是像我每天的发愿一样啊，要祈愿那个为这个世间呢做一些祈愿啊，这是我们修行的一个环境。我们生在这块土地上，我们要为也要为这个为这块土地哈、啊、做一些祈愿。他有一段这样的话，我觉得挺好的，可以念给大家听啊。他这个话开头是这么说的：说一个人呢，为了有一个人为了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但一个人为了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啊，一个人为了尊严犯罪，世人都有罪。啊，为了尊严呢，有个人为了自己的尊严去犯罪啊，世人都有罪。啊，这里就举了一些例子了哈。那、啊、中国的经常到处都有人哈、啊，你像前几年不是有一个男的跑到警察局去杀了几个人是吧？砍死了几个人，我想这就是为了尊严犯罪，对不对？所以说同情他的人很多。有个大学生嘛，就是说他偷自行车，然后他就被虐待了，被羞辱了以后，他为了自己的尊严啊，拿着刀到警察局里杀了好几个人，判死刑了好像是。这个就是一个人为了尊严犯罪，你要士可杀不可辱是吧？用世间人讲，这里讲了一个故事，我念给大家听。中国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很多人呢为了尊严啊，就上访啊啊。四年前呢，就是成都发生了一个公交纵火案，27个人死亡，74个人受伤。四年后，前不久厦门再发生公交纵火案，47个人死亡，34个人受伤啊。这是一个，这个作者就说，那晚第一时间从微博上得到了这个惨案发生的消息，我为那瞬间消失的50多条无辜的生命泪如涌泉啊。次日还是从微博上传来的消息啊，凶手锁定了，是一位访民，就是上访的啊老百姓。我耐着性子读完了嫌犯的微博留言，读着读着我居然流出了眼泪。我知道这很不应该，我怎么能同情一个杀人犯呢？我偏偏情不自禁同情了他，尽管他刚刚欠下了50多条人命债，我忍不住不哭。我相信许多人读了都会哭，为什么会这样？沈水总这个人叫哈，没有人性，难道我们也失去人性了吗？还真是这样，只是泯灭的程度还不同而已。反思厦门纵火案、公交纵火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凶手。如果你是一名公仆，你是否帮助过你身边像陈水总那样没有工作、生活极端贫困的草民呢？哪怕是送他一根香葱，你是否将你的服务对象像厦门的那些某些公务员对待陈水总那样，当着皮球踢来踢去，直至绝望呢？
啊，这是说你如果你是个公仆哈。第二个，如果你是一名商人，你是否从你的九牛身上拔了一根毫毛，为沉水中那样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一个饥民施舍了一条根稀饭呢？如果你是一名律师，你是否会不带任何炒作嫌疑，心甘情愿地免费为施抱钱的沉水中那样的平民提供法律援助呢？如果你是一名医生，你是否会对待你的病人像对待为施抱钱的沉水中那样贫困的付不起医药费的情况下，以生命为第一药物来治病救人呢？如果你是一名城管，你是否会像延安的鼎鼎文那样毫无人性地对待类似为施抱钱的沉水中那样的穷市民？如果你是一名善人，你是否会抛弃所有的假借公益敛财的私心杂念，去真心实意的关心天下所有像为施抱钱的沉水种量的草根百姓呢？都是点点的省略号，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个角色，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人如果你不帮助他，他很可能有一天他就杀人在厦门这样的惨案，是不是？就是他身边的没有人帮助他，他绝望了他就报复社会，是吧？报复大家嘛，你有可能就是你某一天，说不定你的那个你最亲的那个人就死在那个车上，是吧？也有可能。遗憾的是，那些本应该做的事情呢，我们都没有去做，不给帮助，不给关怀，不给温暖，甚至连最起码的做人的尊重都舍不得给，怎么不叫人绝望呢？什么叫绝望？所谓绝望，就被人赶尽杀绝了生的希望。我们痛恨沉水中是他失去了理智，点燃了暗藏在身上的爆炸物，报复社会瞬间夺去了50多个鲜活生命的生的希望。可恨过之后，我们是否回头想过，又是谁赶尽杀绝了上访户沉水中的送生的希望呢？毋庸置疑，我们每个人都是罪责难逃。关于情与法的关系，胡适先生曾有经典的论述：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的正常国家。就说如果这个国家是个肮脏的国家，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这是胡适先生在很多年前说的了。最好的践行者这里举了个例子，1935年时任美国纽约市长的叫做拉古迪亚这个拉古迪亚呢，一天呢，在市长在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的庭审，被指控的是一位老太太。当法官问他是否认罪的时候，他说：“我那两个小孙子饿了2天，这面包是用来喂养他们的。”法官秉公执法的裁决：“你是选择$10的罚款，还是10天的拘役？”无奈的老太太只选择了拘役，因为要是拿出$10的话，何至于去偷几美分的面包呢？审判刚结束，人们还没有散去，那个拉古迪亚的市长呢，从旁听席上站起，脱下自己的礼帽，往里面放进了$10，然后向在场的大人大声说道：“现在请各位每个人交$50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所支付的费用，以惩罚我们这个要劳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区。”法庭上一片肃静，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法官在内，默不作声地捐出了$50。那在中国，你要这么干，早就炸窝了，是吧？你还是吧？为小偷捐款，这样的结局令每个人都满意，事情该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可拉古亚蒂总觉得老太太偷面包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如果不这样，社会上还会出现类似的老太太偷面包的现象。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老太太偷面包的问题，必须致信总统罗斯福，
信中，拉古亚迪拷问了罗斯福啊，为解决生子的饥饿，老太太偷面包是种被迫无奈之举，难道说你身为总统就没有半点责任吗？老太太偷面包说明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等问题上存在着许多等待解决的地方。一个人为了钱犯罪，这个人是有罪；一个人为了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啊，这个韩国学生啊，在美国校园制造震惊全美的枪杀案，这个你们都知道，杀了很多人哈。美国人在悼念死难者的时候，同时也包含了肇事者。你看美国人啊，他悼念这个被杀的人，同时也悼念了这个韩国学生。这中国是不可能的，杀人犯还悼念你是吧？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杀了这么多人还悼念你，但是人家不是这样的，人家觉得这个人也要被悼念，为什么？有道理的啊，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我们呢，到处充满了冷漠和暴力的气息，不会冷静的思考和充满爱心，出事就知道找凶手。其实呢，在这里大家都在拼人品，也寄希望厄运与己无关罢了。啊，你看大家都是为了拼人品、拼福报，寄希望厄运与自己无关啊，就是这样的一种侥幸心理啊。我的福报大，可能跟我没关系，是吧？但是很可能厄运就降临到你的头上。世人皆有罪，你我皆同谋。从某种意义上说，那辆被炸毁的公交车就很像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大家都在同一辆车里，如果有一个人绝望，所有的人，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安全。所以永远不要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个不是你和我，是不是？你能保证吗？是吧？飞机上有个人绝望了，他把飞机给炸了，有一个人绝望了，大家都别想活啊，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绝望了，他可能把世界都毁了，真有可能的，是吧？所以没办法，我只能去遏制他们。这遏制也不是终究的办法，总有一天是吧？这个武器在扩散呢，你是吧？你能保证到是吧？永远没有人绝望吗？是吧？很难说呀。有的。不光是绝望，他疯狂了也有可能，是吧？他疯了，就这个道德品质没有了，他就把世界都毁了，他有可能引起啊世界大战，多少亿人死掉，是吧？啊，一个普通的人可以让几十条人命去掉啊，一个如果一个国家的这个一个国家疯狂了，他就可以让世界全部毁灭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未来的世界有可能会这样。那现在有几个人能想这样的事呢？是吧？大家都是做眼前的，是吧？面包，眼前怎么样的活得好一点啊？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家族啊、自己的家人，就那么三五个人啊，甚至一两个人啊，他就为一两个人活着。现在就是这样，别人的死活都不管啊。到时候迟早有一天呢，就是你啊，你的家人就可能死啊，就是这样会。被人害死的，不知道怎么死的。现在我经常听到很多说，这个街上就会莫名其妙的被人抓去了，然后把肾给割走了，是吧？就是、中国的这样的事情天天就在发生，多恐怖的事，是吧？特别是女孩子弄不过人家，是吧？把你抓走，现在你在街上随便抓个把一个人抓走了，谁敢管？没人管，是吧？现在都这样子。没人管你，没人报警，他就抓着把你的肾割了，把你往那一扔，然后警察去了，人家破不一定破得了案，然后破了案呢也没用啊，破了案也来不及了，那又怎么样？那这样的事情都有，这个是很恐怖啊！啊，现在人不光是偷孩子，还有中国人每天都有啊，每年都有，好像听说20万的孩子能被偷走了啊！你看那个父母有多苦啊，是吧？你自己的孩子好好的活。生下来是吧，养了几年，你被人家抢偷了啊，偷了那就卖掉，是吧？并且没有人管，是吧？现在你看谁管了？我从来没有听说那个拐卖儿童的人被判死刑的，我没听说过被判刑的，我都没听说，反正都没关系啊。就是我也觉得这个是太恐怖的事情，就是啊。
因为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哈，我们这边因为我们修行啊，成就快啊，你好好修，在这样的地方修行的是非常快的哈，不成功这才难呢，因为我们意识不到哈，就是我们呢，灾难没有降临到你的头上的时候，你是意识不到的。以前都有发生很多的恐怖的事件啊，都是没有人性的事件啊，经常都在发生。那前两年我看到一个网上有个孩子，一个中学生哈，初中毕业的时候被他的老师从那个楼上扔下来摔死了，然后也没有办法，就说他自杀啊，然后他父亲呢就疯了，到处就告啊，他父亲好像是个作家啊，前在网上也到处宣传，没人理他，是吧？现在就是这样。法力不起作用啊，没人理他，他的尸体被抢走了，既然他的尸体都被抢走了啊，为了就是这样子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竟然都没有人管啊，就是为了怕他啊，就是验尸嘛，把他的尸体啊，就是他是自杀，就是真人真事啊，就是没办法。所以我们好好修啊，修行才能改变。你只有用我们的这种真实的这个啊慈悲心去感化你周围的人，然后慢慢的改变这个国人的道德素质，还是可为的哈，并不是说啊不可为啊。人家说哎，民之不可为而为之，其实还没到那个地步了啊，我们还是可以拯救很多人。啊，今天呢讲了一点点生活上的一点事情，就是告诉我们呢，慈悲心是在生活当中去修的啊。你的心，你的那个慈悲心，还有你的行为是会影响整个世界的。啊，蝴蝶效应你们听说过是吧？这个蝴蝶扇动翅膀啊，就可以引起另外半球的这个飓风。啊，就是外国人研究的这种什么蝴蝶效应，其实也是这样，我们的起心动念就会改变这个世界啊，我们起心动念就可以改变，特别是我们这个集体的力量啊，如果我们有一个生团的力量，我们生团如果大家都这样好好修，我们就可以影响整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慢慢的就会影响出去。所以说我们修行的人，当然自己把自己做好是最重要的哈。啊，我们要低调啊，最低调啊，低调的，就是好好做好自己啊，慢慢的就影响一个算一个，就这样的心态，不要动不动就是好像要啊搞得多么规模有多大，怎么怎么样啊，就是打妄想，妄想没打完那就人家就给你歇菜了啊。今天的讲的讲的既又很远又很近啊，平常都是讲书本上的东西多。其实我为什么讲这些呢，就是说一个菩萨你不能说光喊啊我要菩提心啊慈悲心啊，但是呢如果你对你周围的这个是吧人，你生活的这个国度你都没有一个责任感，那么你说你有慈悲心，我不相信。啊，你对你周围的人啊，乃是这个城市乃是这个国家的人呢、啊、都没有一种责任感啊，你都没有那种愿意去实实在在的做一些事情的心态的话，我想你都是在唱高调而已了，是吧？啊，我们要有慈悲心啊，我们要有菩提心啊，我们要度众生成佛呀，是吧？但你事实上你在生活当中对身边的众生都是冷漠麻木的啊，没有感觉的，我想你说你的慈悲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啊？你离你最近的众生，你对他们都没有慈悲心，都是冷漠的，那你说你天天喊什么口号什么慈悲心啊？你慈悲心表现在哪里？我想一个有慈悲心的人，他肯定是对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社区啊，这个城市
有一个责任感，然后对这个国家有一份责任感的人，我想这样的人才能说是啊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师长是吧，他只是旁听了一个老妇偷东西而已，但是呢啊他首先认为自己有罪啊，罚了10美元，当时10美元也不少是吧，然后要求大家还都罚啊，罚了以后还不解恨，还要向总统写信，还要声讨一下总统是吧。你看人家是怎样的，人家也就是一个是吧市长嘛，普通的市长。我想这样的人是吧，人家能选出这样的人当市长来，人家的福报是吧。我们中国人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共业啊，我们自己要改变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心啊，那我们自己对这个啊有一个真实的慈悲心啊，去引导众生，还要有好的智慧，不容易。出家人是吧，比这个他们基督教徒要应该说要高尚的多啊。基督教徒是吧，基督教徒他最多就是个人天福报了是吧，他们都有这么好的责任心。我们说自己是菩萨，从哪里表现呢？应该说比他们境界要高得多呀。基督教徒他只不过是人天善道，他只是人天善道啊，修持善业，所以他们宣传对人要有爱心是吧，他们对自己周围的众生都有爱心，他们也对动物也有爱心，但是他们还没做到不杀生，他们也是他们很爱护动物是吧，野生动物啊，包括这个生态平衡，但是他们可能认为牛啊羊啊是可以吃的是吧，他们还达不到这种说什么动物都不杀的境界。他不知道动物都是动物嘛，为什么牛就可以吃可以杀了，那其他的动物就不杀了是吧。他们那种野生动物的保护他们是很重视的，其实他们还是一种自私，虽然说是善行，但是还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他们认为野生动物是生活生态平衡的这个重要环节，所以他们要保护生态平衡，保护野生动物啊，其实还是为了保护自己了是吧。那为什么牛啊羊你都杀不完的杀是吧，一天杀那么多啊，但是为什么野生动物就不能杀呢，不平等嘛是吧。那我们佛教徒不是这么的，我们佛教徒认为是动物都不能杀啊，这就不一样了，你看境界就高得多了。菩萨要平等了，